你是立雄的学长嘛？对啦。顶个好像你看到，就已经有够严重啊！你竟然搁较脆，你拢往打鸡面头前。脏东西！我看到的代志比脏东西搁较垃圾。我干那希望，好我会当随时看到你。阿母，到底恁母囝发生什么代志哈？家族就家担当啊！你唔讲，我来讲。三立台湾台最新八点档大戏《晚梦》。